不愧是我们的中国新兴女拳王于优佩。好的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。这个实话实说啊，我们的于优佩确实是太厉害了，在三回合比赛中都保持了强烈的进攻欲望，体力保持的相当不错。在比赛最后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正在疯狂进攻这个安吉丽娜呀。打的真的是十分精彩，拳拳到肉。我们的于优佩真的是打得非常的漂亮，整场比赛没有给这个安吉丽娜丝毫的机会。让我们再次恭喜于优佩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，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